嗨，大家，我是悠悠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是12月31，也就是日本的除夕。因为日本他们没有在过农历年，1月1号对他们来说就是过年了。那我今天就要去当一日台湾好媳妇，也不是一日啊，现在都已经傍晚了，要去当半日台湾好媳妇，就是要帮我婆婆准备年夜饭。现在想她进来超市买毛蟹，我们要带去婆婆家吃的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很像是日本的春联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的，台湾的红彤彤就感觉比较喜气。Hello， 我来つけてる。今何作ってる？今は鶏のカツです。鶏のカツです。今日子供面倒見る担当。提前海鲁有利益熊，在日本1月1号都会吃麻吉。现在弟弟在帮我们准备，刚小太买的毛蟹，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。OK。小美，大家都好忙哈。下一道我要做蒸蛋，里面放干贝、虾子，还有这鱼板跟栗子。北海道干贝超大的，茶蒸しの汁ってどんぐらい入れたらいいの？一下，那干嘛？哇，我刚刚差点忘记放栗子进去，还好想到。妈妈吃的好吃吗？这是什么汤？刺身？刺身。妈妈もつ鍋作ってる。もつ鍋完成。爸爸，你不要哭了啦，大家都好忙呢。静かになった。刺身踏んじゃった。大丈夫。刺身踏んじゃった。これヨヨ先生が直してくれる。いや、いいよ、大丈夫。正面見せて。毛ガニ。これだと500ぐらいあんのかな、水。そのまま、あ、煮でいいかな。ちっちゃくして。母今日もおつかれさん。前髪よろしいですか。好了啦，你不要再哭了啦。啊，妈妈，大家都很忙呢，你一直哭，不要再哭了。
他现在想太的妈妈去带想太的妹妹回来，等他妹妹到，我们就比较不方便拍影片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，然后要订阅，也可以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再见啦，跟大家拜拜，下次见喽。2021剩不到两分钟了，Me, each, yeah, happy new year. 好吧。嗯。新年快乐。それは寒いと思うけど。